佛说千佛洪明宝忏，过去一千佛，现在一千佛，未来一千佛，就三千佛。简介他的功德，就是三千佛的圣号啊，源自三千佛明经。此经主要分成四大部，一三劫三千佛缘起经，二过去庄严劫千佛明经，三现在贤劫千佛明经，四未来星宿劫千佛明经。这本经书里面讲什么呢？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读诵，是贤劫千佛明者，必见弥勒世尊，即见卢智如来，远离诸难。经里面呢有这样的说道，能够读贤劫千佛圣号的人，将来你一定会见到弥勒菩萨下生来成为世间的世尊，你能够见到他，而且能够见到卢智佛，远离种种的障难。所以佛教徒如果想此生或者是我们百年之后报尽，想要即刻往生到弥勒佛的净土或者是诸佛净土，一定要常常念诵礼拜现在贤劫千佛及弥勒佛的圣号。